都行，对，反正旺仔如果游过去，对面刚好有个船的话更好，速度会更快。嗯，是的，先做两手打算了。对，哎，打了一个，打起来喽。Snavi Xambo 一个中距离的射击，只剩最后一人了。现在飞子 Gustav 还在南部开车溜了，溜，正面被撕裂了。Snavi 这个有预谋的布局啊，最终成功了。他们确实是需要一些物资。物资拿到啊，车也有，而且这种圈形下啊，这个二圈的话，其实它这个位置也是不错的。五把这什么大身位，倒了。那这位置刚好补不到，但是这个时候其实 LG 可以往前压一压了，顶到这个半坡的话 ，STK 就得让这个点。STK 嘛，就全面绕一绕，看他溜得最快的那一个是谁？嗯，哇，闭着眼都知道。是 Gustav 还是被发现了？他们的东边的这个位置。哦，他拐了。哇，要上山。厕所炮楼，炮楼可以。我应该听了一下厕所这边没出枪啊，但是这个落点是挺危险的。太好进，这边最近要的话是先给放倒了一个，进不去了，这波真能进吗？哎呦，这波因为两条枪，两个防区的枪线刚好能照顾到你所有进去的点。对啊，两边还都是满编。哎，这开车快开天霸脸上去了。哎、但是如果说开脸上天霸有布防的话，不是天霸一开枪 ，GX 就会有所预防。现在就是一 XO 往前去冲。然后冲到其他队伍的时候，让天霸过来劝，这是最好的。打起来了，天霸从背后来，天霸要加加速了，有十秒、十几秒，就四枪就到了。啊，他倒了一个。哎，史密斯的出手。XO， 往前冲啊！全靠你了。这个侧面枪线很重要啊，侧面枪线背后有腿过来一支隐身队伍。但天霸下一波很难走，就是因为拿位的问题。哎，天霸已经是被全面队伍发现了，那这个枪的一个落位的声音会被 SQ 察觉。知道背后的方向可能来人了，这波被激活了，也在看哪 V GX 被直接把天霸给激活掉了。主要是这个圈一刷出来以后，哪 V 这波激活一打出来，这西桥过不去，然后也没有车。哦，上岸了，登岛被 FM 发现，打到正面想要突破，开始封烟过点，幺二已经顶到近点，看一下雷的角度，幺二直接往前顶，很勇。有大量一线的遮挡，直接往烟里封雷，有小角度，有队友的雷的一个补伤害啊！这边索尔被炸倒了，再补一颗。这个船滑了过去、啊，再炸这个船，把它挤下去，船被炸飞了，还有一颗、哎、这个雷漂亮，又是二哥的雷，双响雷。这个雷乱响啊！今天这船都鼓起了掌。是的哦，二哥这雷有如老板附体，我的天哪，这今天太准了，这几颗雷。确实，还剩一个原点下枪的了。正面不着急，可以封烟让队友慢慢爬，扶一下，别被远点抽了。西边要来人了。是的 ，CS 听到这个枪声之后压过来了，殿后的小海已经倒地 ，Summer 的位置也比较尴尬。SQ 一波扎脸啊，扎到 Twistman 的脸上。哦 ，FM 还是最终被劝了。队吧，两队给这个枪线刚好能全部打到。CS 从防区里面出来劝架了。D 位这个枪有点硬，那位来劝架。那位是拉出两个人来，哇，打了一个还想继续，别清掉。哦，准。SQ 是被三支队伍分掉了分数，那位又十个淘汰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也是一个换分的一个时间段了。就再进圈也不太可能，这波直接选择硬打一波 ，CS Kali Zaki 是很快的把这边处理掉了。哦，两喷全躲过了，好身法。没枪秒了一个，一打一了。嗯 ，SK 是一把686，不换子弹直接丢雷，双方都在丢雷。一辆车。要来的要来的，就在等这样的机会了，等一个劝架机会。L 亚被 Flash 放倒，那侧面 Example 只剩自己一人了，位置也被锁定。Detroit 听到了车声，开始回接 New Happy， 车上直接倚掉一个。
走品言，对面打下来一个，而且明明拿到了乌巴这个人头，牛 happy 还在正面压境，感觉还得用下车，因为他那个大下坡其实没什么掩体，还得冲一下的。这个位置溜了一个人，没有再看，还能有出手的机会，有高达的一些视野，就是不过蓝圈马上就要过来了，兄弟们回来上车，上车的话这个大下坡冲过去，其实位置就还不错了。嗯，对面的话 DY 的话你看他没有车啊，能把 example 那个位置打下来就好了。换人在打药，要是到蓝圈了，换神打枪，这边有能落脚的地形，其实先进却在说，哇，他是落位之后直接倒了一个，这个点，这个点是不是太平了呀？有点尴尬，这个位置吃道具吃雷的呀，赶紧起烟。我想应该是冲到对面的高点去停车觉得好一点。这波正中 DY 的下怀啊，嗯，没掉。STK 先来打打位 ，Example 又拿了一分，把楠楠扶起来，还有两人。他要拿到这信息以后，也是先在圈形边缘马云龙落位，这样回头能反架一下 New Happy。小左好像被补了是吧 ？Pyro 突然掉了个球，随即应对，打倒了一个，哎，打倒了一个，有机会能上山先。不，差一枪。两波三倍互坡，哇，这个就是真的是左键到底啊，谁也不服谁，来嘛！皮炎已经没了，皮炎那边救不了了，应该是的，速度有点快。啊，这个过点好难受啊！哎，往这个烟里爬能找到一个机会把人扶起来，但是现在后的话，所有枪全部在盯着 Peril 啊，又有高打低的视野优势 ，AZ 这个地方还不好给一些牵制。Peril 这些被补掉。那只剩两个人上山，嗯 ，Party Party， 直接回来给枪吓一跳，但是最终没办法，由于这个底坡的问题，炮还是找了一个侧身的机会，已经落过枪了，踩到了高点，这把 STK 居然还有机会能二连啊，哦，二打三打二了，是的。二的话，这前点两个人倒了。这波 STK 看正面的处理怎么样 ？Party Party 已经去拉侧身了，帮队友补人。好，保队友 KD。侧面跑位的时候差一点点。哇靠 ！Vegas 立大功。但队友的补枪很快，有雷，有雷，四颗。Party Party 这棵树可能站不住。跳前压，再换位置，对手没有发，反应到了，应该看到了，被秒了。但是好在有队友的一个补枪啊，这波是一个二打一，打纳瓦有没有机会？萨洛特已经绕到背后了，机会很大，后脑勺上来一管，趴在地上，趴地上有机会打一个，真 timing 下，阿洛没看他，还漏枪了，抱住这棵树，等一下队友，哇、哦，直接干拉出来，啊？怎么愣住了萨洛特？给队友爆点，标点的是吧？一打一，相信首尔，这波萨洛特就相信队友。哦，是 Inonex 啊、哦，来了，还想往回爬，十六颗子弹，啊，捡到了，满血，打七十五点血，没打能量 ，Inonex 回去换位置，再绕，这波绕一个大圈啊，绕到你的侧面被看到了，哎、看到了，绕了半天。但是对自己的枪法好像不太自信，这个距离也感觉秒不掉。果然，哦 ，Inno